12看会不会好一点。圈片吗？因为我们滑下去之后，刚好可以接去圈片。看你啊！然后接去圈片，去那里来一次啊。哦，好。应该今天圈片会有吗？会吗？因为早上压过。会滴水。好，哎呦，好危险，好危险！知道，赶快拔起来。嗯，凉快，凉快。这样晃着晃，很想吐哎。你撑着点。领口拉开，松开，真的很好。我也没有拉很低，我刚觉得出来有点凉。对，有一点。你不要拉太低耶！我现在正在接收这个凉快。鼻子不知道怎么先被压得好痛。亮，你不知道拿下来更亮。哦，我先闭眼睛休息一下。对呀对呀，开阔一点姿势，不要压着胃。哦，吃太饱。有一点吃太饱。啊，好啦，那就是那个，你还说我流太多，然后你又把它吃完了，拍谁哈？加肉，他们就这样钻进去了，这样子去哪里？这是谁？谁？这些人呢、啊？进去又出来的，出来了，好玩。
那个大雪的时候应该是进得去出不来，雪太多了，哦，有点卡。蓝蓝的天呐、啊！他们应该要接录音打的，嗯，很漂亮，嗯。嗯，可以学的东西，可以练的东西太多了。我觉得这种高度就不会吓人。什么东西？你在说椅子吗？对啊。然后那个第一次做那个，周少宇一直在问我说：“这种掉下去会怎么样？”我说：“脚没有扭断也会扭伤吧。”是你这样讲，他才会吓到吧？啊，他就一直问我，如果这样子，这样子是应该还可以的、啊。应该这么高，应该还是会弄到，因为你没有办法确保下去的时候正正的、啊。哦。没有正正就是扭伤了。哦。然后看到很松，我说这样掉下去会好一点，会不会还是会受伤？我觉得那个很肥，我很不舒服，很不舒服啊，我不舒服啊，赶快消耗我在肚子里的东西吧。哎、欸，你有可能是我头有点痛，嗯，所以痛到有点想吐。有没有人可以铲一堆雪铺在我们回家的路上啊？好恶心的、啊。哦。如果我们去走缆车的右边那边，意思一样，会比较好。都一样。嗯、哦，你是说那就是柏油路啊？对、嗯、啊。那就走缆车右边就好了。因为我觉得好脏、啊。今天我们排队的时候不就在那里吗？哦，比较好。那就是走柏油路就好了。哦。我今天要把板子收起来、嗯、我不想要板子鞋子那么脏、啊、有道理。好啊，今天从右边收工就好了，然后钻过缆车洞，缆车路口那个洞，然后就回到旅馆了、欸、但是旅馆那一段也是那样、嗯、我就想知道怎么办，不然你走外面就好了，从那个从马路回来就好了，多绕一点可以吗？我不知道它下去还是往哪开，不看。下去都是马路啊。他到底要广播点什么吗？没有，他一直都是这个动作，他一直嘻嘻嘻嘻嘻这样，一直这样。好耶！那现在湿的，我不能用抱的，只能用拿的。又背的、啊、衣服会湿哦，今天下板子是湿哦，湿就湿啊，等一下都被晒干了，太阳那么大。
是负担。为什么滑滑的？是啊，是滑滑的。为什么滑滑？要自己找位置。还是滑。中间开始就算是了，算是什么？马自费啊，是啊、哦。以前我们都在撑到那里才开始，然后我都以那个叉叉为主，但是实际上这里就可以下左边，下左边，但是也没有，这里下，没有要去右边好了，下你过不去你就从左边，这里下，啊下，是可以啊。洞就下去了，对啊，都下去了。换谁要先？四只孤鸟，谁要先？嗯，好，我看着你喽。就是你看着我，你一下就看不到我了。对啊，当然是一下就看不到你。这样下去啊？会不会突然我就失控，然后我就冲出去？会滑一下？不会啦。来了，哎、欸，你刹车，你不要撞我！你说什么？你不要撞我！当然不会。哦，这里录得到下面，因为我录你一路到橘色那里嘛。橘色人哦。对啊。那我要回头帮你录吗？不用吧。哦。这里我们应该。你干嘛啦？你可以再跑远一点，你到那个橘色圈圈那里好不好？我到拿一下 iPhone， 什么意思啊？橘色圈圈那里你就看不到我了啦。橘色圈圈呢、欸？橘色圈圈很下面呢、欸。可以啊，反正你以那里为目标，然后中间会有一部分看不到，那也就算了。但是我下去了，我也录不到你哦、喔。你录不到我没关系啊，我是说。从上面往下录看起来超陡，
所以我想要录一下。是比早上难滑啊，还是这段本来就比较难？你说什么？是比早上难滑，还是这段本来就比较难？对啊，这里只能锻炼一头。就啊，刚没有站好，我就摔倒了，可恶！呼噜呼噜的，往上一看根本看不到人啊，那扣子都很烂，这样。好，我先下去了，而且还花好多力气。是啊，好。小心啊！哟哟，这为什么这么硬？这好硬哦！我的裤子不会破掉了吧？这边好硬哦！
是有道理的。怎样？已经开那里已经开始刮刮了。哦，你说雪被刮光了？对啊。我在看每个人的动作，他们的动作好快啊。可以开始。哈？他们的动作好好有节奏哦。开始热，所以我要跟着走他们这条路，是不是？走到这条，那还要录吗？好，不用了啦。不用吗？乱七八糟，愁死了。好，你要录哦？不用，不用，因为待太久太热。好，先走，先走。我没有办法这么反应那么快就转弯呢。来啊！我一下就会冲到那里去了。板子吗？哦。还是要回去捡啊，不然你的表情就不想捡。太松了，有人会来救我。我谁会救你呀？让我走啊。自己去拿啦，没有人会救你的。那你要赶快跟人家说谢谢。阿里嘎多。还在等着高手会来救我。一定会啊！等我们厉害的时候，我们也会干这种。好穿吗？很好穿啊。没有踩到它了。而且你后面翘起来，你后面翘起来。用我先下。对啊，这种距离我怎么敢过去？能下多远就下多远了。
你还好吗？你怎么了？没办法啊，对不准啊。馒头下法那很难好不好？我们两个，我觉得我们要请老师才有可能呢、欸。最慢啊，又热得要死。对啊，太热了。那你还不快点下来？都我在等你。啊？都我在等你啊。下很下面。飞出来。转弯，我有从凹的地方，大家怎么转我就跟着转，你看哦。哎呦哎呦我要把电池坐坏了。比较缓，我有试着，大家怎么转弯我就跟着怎么转。你有没有试？转，转，你就转啊。这里来了，哎哎，然后你看好，你走开一点。啊？
我刚刚要对准没对准。我刚也是对准没对准，所以拖反了。啊？没对准，气死我了。对啊，但我刚刚有对准过，你回家看这一段就会看到我有在那边对准，然后就在扭来扭去扭来扭去。挡住他的，哎呀，很累，啊，自己啊自己，对呀，很累耶，哎呀，我们不就是要练习吗？这里好深哦，不太行，好，这里。会行，好热哦，走了啦。你练好了吗？
这次看起来很顺啊，很顺哦。方法是对的，但是我们不能。你裤子根本没拉，陈先生。你说怎么没拉？你裤子根本没拉。左边没拉，左边应该是松，完全没拉。我好热哦，怎么办？我们赶快去前面量一下吧。废弃的餐厅。对啊，快点啦，不要再被封起来一半。不要这里晒太阳了，好热、喔。走啊走啊，快走啊！啊？怎么？对吧？所以左右边横。人家那个是，他们要滑什么？这是捡地什么啊？一二三四啊 ，S A J 之类的，考试啊。啊，糟了糟了，这个太快了。哦。
去千坪那个就是成人休息。那怎么过去？前进那个黄色招牌，顺着滑道进去，发现你直接冲过去。脚酸死了，你不会往下、哦？哈，总之我想放弃啊，休息。